Hello， 我是秋哥，今天要来开箱跟分享我最近常做的运动，非常棒的 Concept 2室内划船机，它有七大优点。第一大优点，它的运动效率非常的高，同一个时间你在做运动的时候，有80%的肌肉都参与其中哦，包含你的手臂、核心、臀部跟大腿，运动效率非常的高。它的第二大优点就是它的低冲击性哦，因为它并没有像跑步有一个落地接的这个动作，所以它对于假设腿部有受伤或是膝盖有受伤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一个训练。它的第三个优点就是它有非常大的活动度，它的 RM range of motion 非常的大，就是你可能常常坐久坐办公室啦，就是很多关节没办法伸展的，它这项训练这个拉的动作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活动度哦。好的，第四个优点就是除了它可以做长时间高强度的耐力训练之外，它也可以接着做一些高强度的间歇运动。你可以短时间之内拉很狂，你也可以慢慢拉，拉非常的久，就是你可以混合的做间歇，也可以做很强很长时间的有氧训练，非常的棒。好的，它的第五大优点就是它的受众范围非常的广，不管是男女老幼，6岁以上几乎大家人人都可以用这台划船机。OK， 它的第六大优点就是它不用插电，它也不用加水，它室内室外都可以使用。我觉得不插电这个真的是超棒，非常的重要哦。它的第七大优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它收纳，它可以立起来或是拆开，非常的不占空间。有时候我去其他健身房打开它的小储藏室，哇，里面就站了6台这种划船机，非常方便，好收纳，赞的。好的，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你到总代理乔泰信的官网，点选右上角连结线上购物，就可以去参考看看，赞的。对了 ，Concept 2划船机有一个非常好玩也值得推荐的地方，就它有非常多的 App 可以透过蓝牙连线到手机上面之后呢，透过 APP 可以在网络上跟别人 PK， 也可以记录自己的 Training Log， 非常棒，很推荐。Hello， 我是秋哥，欢迎来到秋哥 Office 去开箱的 2.0。 我们今天邀请到乔泰新的总监 Hugh。 Hello， 我是 Hugh。 还有我们的技术主任陈主任。嗨，大家好。哇，今天特别我们跟乔泰新订购了这台 Concept 2的划船机，然后今天我们请乔泰新的人来，才发现原来组装这么简单，所以其实我根本自己组就好了。对啊，我们就是希望提供一个最快速舒适的方式，让客户可以直接快速的做组装。它的拆装跟收纳也很简单，我们等一下最后讲为什么会挑划船机。本来我们的这个 Office Gym 有重训器材，之后会有硬举台，然后就想说有氧跟高强度间歇其实也是蛮重要的，然后于是我联系了乔泰新，他们都推荐了这台 Concept 2的划船机。然后最近奥运在比，我们黄一平选手对西式划船就是在比这个。然后一般他们西式划船选手如果因为天气的因素可能没办法实际下水去做训练的话，就会用这台机器做训练。然后今天想要请 Hugh 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台怎么使用。Concept 2的划船机它是风阻，所以它这边有一个风扇，然后我这边有阻力，是1到10的阻力，可以就个人的需求去做调整。那阻力越大，拉起来的重量会越重。划船机它可以是一个心肺训练，也可以做爆发力，也可以做无氧。那主要就是在这边的调整，跟你的使用的目的性，可以依人的训练做调整。这边有一个面板，资讯的来源会从这边输出。那这个是一个手机架，影片或 YouTube 或听音乐都可以，就会比较适合，可以放在这个位置。如果我们直接划船，它这边会秀出一些内容可以看，它会有你的桨频，然后你的速度或是你的时间，目前拉多久了？比如说这个500米，在多久内会拉完的一个平均数值，它这边都会告诉你。待会再拉的时候，大家也看一下。Hugh 帮我示范一下怎么样操作这个划船机啊 ？OK。首先呢，我们坐上来啊，那就要注意一个安全，就是它的椅子是会滑动的，所以这边要先自己注意一下，可以手扶一下。然后坐上来以后，我们脚就到这个使用位置，下靠。脚拉带拉起来是在你的脚的最宽的位置，准备握着握把，在一个水平的位置。行驶过程是我们脚先踢，踢快要打直的时候，手再拉到肚子这个位置。然后手先回到脚的位置再回来，可以慢慢的做一点加速的动作。那这个部分你想要拉快的话，是频率基本上会注意是可以保持在这个频率上，就是脚先走，手再拉，
有些人可能球快到最后可能都是手在拉。因为其实滑轮机最重要是脚的这个力量。所以如果你都用手在拉的话，如果你今天在比赛或者训练，你很快就会达到一个疲劳的问题。我在你旁边好凉快啊。对啊，风凉。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因为球快会走太快，然后会掉下来。哦，这个也很危险。一般来讲，我们以安全稳定性的使用方法的话，会建议身体保持一个平衡，然后核心稳定，慢慢的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我来试看看好了，第一次来拉，第一次划船，脚先走，对，然后手再拉，对，到肚子位置，然后回来之后是手先回，手先回，脚再走，对对对，因为通常大家都会忘记回来的步骤，会比较想要急着回来，手先回，对，手先回，脚再走，对，大概是这个位置，很有乐趣耶，对，那球杆你看我现在在六，我把你拉到十，你去感受一下，它的每一下是不是都很。比较重了，对不对？我本来以为这个震动会很大，其实不会，其实不会，其实很顺的。而且他也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用什么具？对，而且核心很重要。嗯，对。如果刚才提到，如果有些人核心控制没有那么稳定的话，会容易对，会有一些问题。像这样不行，但如果是稳稳的，稳稳的做，对。哎、欸，这很棒哎。我们很不错，对，我们 SBD 全公司都可以来玩。那其实这个也有做，在国外做一些赛事啊，嗯，对对对对对，像我们之前有帮一些学校做比赛，我们串了12台、20台都串过，串起来比赛，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透过电脑软体，然后投射出来，它会就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赛画面。到时候比赛的时候就会类似像黄英田他们在做这个西滑的方式，嗯，只是我们是用机器去取代，就看你超前落后。对对对，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对，比如说我们今天十二台，那就是12个参赛者，然后一起出发，然后那画面上就会看到谁目前在领先状况，哦，然后可以做这个赛事。我们一直在推广这件事情。对，那最后我想要请教陈主任，做收纳跟保养，我要需要注意什么呀？其实保养是很简单，这机器人。那个结构本来就是设计在选手以及一般家庭都可以使用的一台机器，所以它并没有什么很复杂的结构，所以相对来讲，它的保养来讲也是相对简单。首先，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滑轨在走的这个平面银色的部分，那可能家里或说外面可能会有一些落尘在上面，那久了以后，那个滑轮的部分在压过去之后，它都会有一些灰尘会堆积在上面，所以会导致于这个座椅在滑的时候不顺。所以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拿一块布，然后喷一点像。这种金属润滑油，像拿 MD 去脂或可能191这种东西，然后擦过。再来就是链条的部分，我们平常在不使用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链条把它放到最顶，因为它链条收回的方式是靠它底部有一个弹力绳，你把链条收到最小的话，就会减少那个弹力绳的疲乏。那要使用的时候，再把它拉到预备的位置就可以。再来就是我们讲链条的部分，链条的清洁也很简单，我们一样就是拿刚才清洁这个的恐龙191或是 WD40 喷在布上面，然后先做第一次的清洁。清洁完之后，我们再拿外面也很容易买到的，像车溶油或跟车油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润滑油，也是一样弄在布上面就好，然后抓着整个拉过去，其实这样保养就 OK 了。对，跑去保养非常简单的，对，它保养其实非常简单，而且刚刚在组装的过程，我发现它的拆装非常简单。假设我们先想象，我平常不用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立起来，对不对？可以。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先把这个面板倒下来，先把面板倒下来。对，面板倒下来，然后这边有个卡榫，把它拉起来，然后这个往上，然后这个就可以立起来。哦，分开式的立起来。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找一个角落，这样子摆着。对，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刚刚我是有发现的，其实不用拆开也可以立起来，对不对？对，不用拆开也可以立起来。这边有个卡榫，然后这边有个插销，然后我们扣住这个横杆，放下来之后压下去，这样就可以了。对，从这边拿，因为这边蛮轻的，对，其实很轻，比较轻的这样子。对，也可以整个立起来，对不对？对。哎，我干嘛都介绍，其实它是直接没有，对，它是没有拆，它直接就这样子立在旁边这样子。但是可能天花板要高一点，对，天花板够高。刚才在组装的时候，我们机器都会附这个工具，啊，螺丝。对，我们所有的螺丝都是这一个几子就可以用，这是新型螺丝。对，新型螺丝，特殊的新型螺丝。对，没有错。那我们可能用一段时间之后，也许一年或你再使用起来，就是它好像摇晃感比较重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检查几个部位，就是我们在组装时候的这四颗螺丝。
还有上面的四颗，跟后面，只要关节的位置，对，关节的位置，因为可能有些人运动就是比较激烈一点，那这些机器可能会摇晃，那螺丝久了它可能会有一点点松动，那我们就不定时的去做一个检查，大概半年或一年。那刚刚那四颗、那八颗就是唯一需要组装的，对，唯一组装的是四颗螺丝，太棒了。其实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算是90%的半成品了，只要上那几个螺丝就可以马上搞定。对，拆箱比组装还久。是，然后就是拿一组装，其实很简单。这面板的电池呢，然后有个电池，它会有个电量显示，都会告诉你说你现在电量剩多少。那我在你们电量过低的时候，我们电池在这个地方，它的更换电池也很简单。这边有个螺丝打开来，打开来之后，这个是两个电池，两个一号，应该是一号电池。是。但我们会建议就是尽量用碳性电池，不要用碱性电池。因为有些碱性电池可能会有电池异。是。这一点就是比较注意一点。那如果你们可能会长时间不使用的话，要先把电池拔下来。对，避免它留电池异。今天特别感谢就是乔泰兴的 Hugh 跟陈主任来跟我们介绍这台这么棒的 Concept 2。那也非常推荐，如果你跟我一样要组一个 home gym 或是 office gym， 我非常的推荐划船机。希望2020我们一起弄一个划船比赛。没问题。对。那感谢大家，那记得 stay tuned， 好不好？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有一天我要来挑战奥运天姐黄怡婷选手，我来了。